这次澳大利亚总理到新西兰去拜访啊，其实也不是拜访，他们是每年有一次这个机制两国总理会晤。那么由于这个疫情呢，15个月以来他是第一次去，他在皇后镇见了新西兰女总理之后呢，两个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呢就涉及到中国啊，所谓对中国新疆的人权问题，还有香港的人权问题呢，事态发展呢表示严重关切。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你们澳新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澳大利亚呢和中国的关系我们就不用说了啊，已经到了冰点了。那么新西兰呢，其实和中国的关系呢，在五眼联盟里面它是最好的，而且它一直想保持一种对中国的友好关系。像这个今年1月份呢，中国和新西兰提升了这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规格。那么就在1月份呢，这个新西兰没有参加五眼联盟就香港问题的这个联合声明啊。后来呢，新西兰的外长又说，这个我们在对这个外交政策上我们是独立的。那么有人当时就猜说，是不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或者新西兰和五眼联盟呢都已经掰了？那么这次呢，后来吧，就最近这10几天，新西兰一转啊，他们议会又通过了所谓关于这个新疆问题的啊一个动议啊，但没有什么法律意义了，也遭到中国的这个谴责了。然后呢，这个新西兰外长说啊，这个风暴快来了啊，澳大利亚和中国的风暴啊，我们新西兰在所难免。那么这次呢，又来了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啊。但我们很冷静的看呢，其实新西兰呢，并没有因为啊他和澳大利亚这个声明呢，而在本质上转变对中国的这种关系的看法。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新西兰两个国家，它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就是亲戚关系，它我们叫 family。所以他发表的这个51段。这么长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呢，我觉得他例行性的谈一谈啊，什么人权问题，这他们的价值观嘛啊。那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中国方面一定会理解这个新西兰他的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种处境啊，那么可以来理解和这个处理好这样的中心关系啊，没有必要再把新西兰呢作为一种很这个严厉痛批的对手啊，再把它推回到这个五眼联盟。但是新西兰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500万人的这个国家，他对中国的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啊，他是很依赖的。他们也知道应该怎么做，说归说，做归做，